能在生日当天，然后办生日会，这个算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。我可以在生日这一天留住，拥有你们的回忆。我听到了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15岁的易烊千玺。你们在电脑面前一定要开心，好不好？你们今天开心吗？我也很开心。Infuse 是特别送给在场的粉丝们的，被撞掉的玫瑰花，其实也代表的是你们。珍惜它，珍惜你们。在你们那个口袋里面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我手写的1600封的小卡片。今天我们需要全场人做的一个小惊喜，记不记得？韩国首尔的地铁站，所有的地面上都是易烊千玺的生日音乐。我看到了，特别特别棒。喂，什么感觉？跟粉丝通电话，很奇妙，很奇妙。第一次。那你刚刚说过的话是算数的？算，我今天晚上发。你记不记得4周年的时候，我唱了你们两句歌，就清唱的。然后我，你现在想听吗？那我，那我今天给你们唱最后一首歌了。唱完我们就要走了。拜拜，拜拜。我拍戏2天，然后有人问我说，千玺你快过生日了，然后问你这两天开不开心，然后我想了想，我说好像有点累，就没那么开心，然后我就想写这句话，让你们今天就是来到现场的一定要开心。但是我现在坐在这儿，然后我看到每一个你们，然后我就真的很幸福现在。